我的地方我也不能清楚，土林国嘛这地方呢？那你土带去我嘛的？土带地址，我哪在地？啊，浙江通过的哇？我的。大大田嘛的，起码是。那我嘛。土带他妈我记得一些地方。我的，不问你，我的那些。新疆多，新疆多，毛毛毛，我是扬州毛朋友，就往下就给一点，我的毛样的毛光呢？ 到了九塘这边，可能做时间长了，就慢慢的想学会一点了。那么高档就把毛驴毛驴毛，九塘这边可能做时间长了，我学一点就把这毛驴毛驴毛，九塘这边可能做时间长了，不就就把那没学松的就把这毛驴毛可能。到了九塘这边，可能做时间长了，可就就把那上学出来的我，那么高档就把毛驴毛驴毛，九塘这边。 时间怎么过去？吃饭都饱，本来那想要那个，天气不长，吃饭就来，就让到时间怎么用的？你看现在那些都饱，要那么困难就把毛料往东路去弄去了。时间怎么过去？吃饭的，天天送到南京，就把要那么困难去。到了九塘这边，吃饭都时间怎么过去？吃饭的，你看现在那些都饱，要那么困难就把毛料往东路去弄去了。 广西人了，真不着急，讲都不木都买。现在这个月份，那么多钱，可是叫我晓得吗？啥差事都不着，那就把人家都装进了。我到了，就那么多钱，我从这怎么弄？钱包弄进去了，那么多，上进没交包，到就到年年到就让就让弄。等到走了这么多，弄不到要让弄。你要从本本的忙，本本忙的弄。 不晓得能不能做一撮，我们就不晓得。我就要当上主持人，当上主持人。我当上报当上，就要弄报当，当上报当。就要这样弄个半道，这边这三两两嘛。按照好歹，三样送半道，要得要弄半成嘛。忙的那么多，忙的那么多，五百三百多，怎么忙了？那不晓得呢。 你说话，你就上街弄包弄，上街弄小街弄嘛。现在老多中年人都不干活了，就业弄包弄，再上街不就包弄，就业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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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弄，
Thank you.
那咱们不多少？上一两，那咱们多呢？可以呢。好过年的，我们就干了。啊？那忙起事干才行，这个不行的。 哎，你那长脚，我那是，跑你长脚去。啊，那这个怎么办？是，我们长出来，早上必须要吃，怎么办？这个量在那是吧？好的，在那是吧？我讲没理。你吃不着？咱不是得过去了吗？我弟弟兄弟。呀，奶奶。 嗯，你。啊。这是记得打给我们的，你的历年历，这里能住。你对的，这是大姐，这里能住，对俺能嘛？对俺能。他们办事，谁是能看看咱们？好些。
Thank you.
Krishna Har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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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ri